十一月份，那你身体都还好？一切都很好哎，没有不舒服，都没有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好像很幸运，对，因为感觉是天使宝宝。他会陪你吗？他会，他想要剪脐带，你要进去看他。但我很怕他昏倒，怕他多鞋昏倒。那你现在只有一个老婆，不会太无聊？不会，因为我现在好好的陪她这段时间，这段是孕妇跟 baby 最重要的时候。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好好陪她，她会有产后忧郁症。如果小孩觉得负能量太多，她生出来她个性会受影响。哇，你好了解，你好懂哦。所以这段时间我要给她很正面，我常常对着她肚子讲话，然后摸她这样。那你不算渣男呢、啊，你算很有责任感呢。你现在有当爸爸的感觉了吗？一麦麦，因为还在肚子里啊。哦。现在六七个月，等他生出来，但是我都会去听他的心跳声。他有时候也会踢一下，踢肚子，摸一下。好可怕！真的，我懂。对。在卵巢里面吗？肚子里面。那你照顾老婆这段期间，你有没有觉得很辛苦？其实没有辛苦，但我反而还喜欢我自己，一步一步有在改变。真的这么说？想要学习当一个好爸爸。我以前在旧家的时候，我都会在厕所抽烟。但我现在到了新家，我就把在厕所抽烟这个习惯戒掉。哦，因为你要给他更好的环境。对，我就不想要家里有烟味。如果婴儿出生 baby 出来之后，手不能再有烟味，我可能搞不好就戒烟。但其实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会先想到小孩，再想到自己。为了他，我自己的娱乐费省一点。还是为了他，你就是少要去一些交际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可以啊。你看到一个小孩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你就会觉得哇，他是你的天使。